干面包，做饵料，这种也是干面包，给它泡一下，泡一下，然后做那个诱饵，这个一般直接泡在这个岸边的海水里。泡软了，然后放里。哎，跑了，喷着，泡了一下。然后这种干面包，它是啥呢？把外面这个皮呀刮掉，外面这个皮，啊，这是有点掉，太干了，在阳光底下晒的，晒好之后把这个皮刮一刮。因为这皮有点硬。干净的，它硬泡不好泡。这是最简易的钓鱼方法，而且效率很高。这就好了。然后那个直接泡在海水里，它这样的，不要泡时间太长，就感觉差不多那个。进去了就可以了，这水，然后这样捏一下，使点劲儿，团个团。这就是很好的饵料，直接做钓饵。放这儿，诱饵就是面包，也是把干面包也是泡一泡，哇，跑喽，跑这么老远，这个有点大。有风，啊，之后就到这儿去钓。
条鱼，哇！这种鱼被称为叫梦幻鱼。说这种鱼，你看那个身上有十几条金线，这是地中海一个非常有名的鱼，在有些餐厅上砸着吃。但是说它是，容易致幻，使人产生幻觉。这种鱼，这种鱼的头部和它的内脏啊，它吃了海藻之后啊，就是有一些毒性，但是分季节的。看一下，这种鱼特别喜欢吃面包，就是用面包钓的。
哇，非常轻。哎呀，这挺大。这什么鱼？这鱼力量很大，这鱼，啊，这也是那种鱼，啊，说是法国一家餐厅啊，烹饪这个鱼之后呢，有人吃了之后，好像有记录产生幻觉，做噩梦。这种鱼力量非常大。